想问你哦，是你们有没有跟这个附税所有没有统计过这个加热烟呢、啊？到目前还没有合法化嘛？那这个加热烟是因为是香烟类的，这个是烟丝类的产品啊，因为没有合法化，使得这个所谓加热烟的烟弹，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在磕这个烟税，对，目前没有磕烟圈。但是你有没有估计过这个漏掉多少？这个我们目前没有统计的哈，但是根本报告是因为卫生部那边，我觉得你应该要统计一下的啊，因为我们有查到的时候才有可能。我知道，我跟你说，光本院的立法委员呢，我知道好几位同仁呐，他事实上都在吸加热烟呐。对。那我每天看到他们在吸加热烟的时候，就想到说，这国家的税收都漏掉了。是。所以应该要估计一下。那你们过去的算法是说，如果一个吸香烟的人改成吸加热烟，因为他的烟丝的含量比较少，所以你们会减税。我跟你说，吸加热烟的人如果没有回去吸这普通的香烟的话，那基本上那个烟税是漏掉的，不是说我这样短暂了多少。所以你们那个到底少收了多少税，应该要再估一下。跟我们报告，我们大概我这边有一个资料了哈，就刚他们刚才给我，就是海关106到109年6月份查扣的数量是1330万只了哈。那没有查到的不知道有多少。对，那如果我们那修法纳管，就是按照那房子我们修法纳管，那烟品的烟酒税收大概是两，其实推断期间大概烟酒税2100多亿的哈，那平均每年大概是564万啊，这个税收、啊、不是540。这部长，你这样讲哦，你在逻辑上一个问题，我知道，因为被你查扣的就是进不来的嘛。对。那真正在国内已经在吸加热烟的人那么多，我刚刚跟你讲，光本院的立委、本院的委员哦，有在吸加热烟的比例，只要他有吸烟的哦，2/3以上都是吸加热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每次在那边吸烟，你的烟税跟烟圈就是漏掉。是。那你不能说我海关查扣了多少，所以我如果用这个查扣的数量来去推估那个税收，这样是不对的，因为没有查扣了才是被吸的、啊。我了解委员的意思了，所以我们会配合内防治法来修正这个所谓的。那到底什么时候要修正？因为基本上我这个内防治法跟我们的烟酒税法，现在取代行政院啊，已经报行政院了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一样都是一样，如果是烟丝的制品，我现在讲的是你们应该要把它厘清哦。是，加热烟跟电子烟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加热烟目前还不是合法的哈。我知道是目前不是合法，所以才在问你啊，因为你们这样子不赶快把它合法化，一样是烟丝类的产品，你如果不把它合法化的话，政府每天就是在漏税。是，那这个应该磕的税而不去磕，其实是弱化了我们的长照，弱化了我们的啊这个其他的国家的财政，这样是很不，我个人认为是很不好的。是，好，那再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你们